好，大家好，我是不会鸟控的杜坤颖。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我们鸟什么控，控什么鸟。对，然后我就开始介绍我的那个题目。那这个是台中，大家应该很熟悉这地方。那大家会觉得说，野生动物都在哪一个区域呢？是在绿色区域呢，还是在蓝色的水域呢？其实它是分布在所有的空间里面，尤其是在我们的都市丛林里面，它其实潜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可能它们的数量可能比你的邻居还要多。那其实刚刚有主持人有提到，这句话"今日鸟类，明日人类"，其实这句话也就是代表说，鸟类或者是其他的动物，它就是一个指标性的一个存在。那如果今天我们野生动物发生了什么事情，未来可能也是人类也会遭受同样的问题。那这样子的东西，我们可以借由动物的观察跟状态来做监测。那我稍微介绍一下我在执行这个工作之前的一些经历过程，那也就是我研究所这段时间所参与的计划。那其实，在国外的老鹰是非常多。其实，在台湾以前也是老鹰翱翔天空、满天飞，是数不尽的，像麻雀一样多。那这是印度，就看到它的老鹰，其实一棵树上的老鹰就是已经是台湾的老鹰的数量。那在过程中，也是我学姐李慧珊学姐，然后带着我们做老鹰数量减少调查。那在过程中发现，农田中不少鸟类被用农药毒死，而且是刻意的毒鸟，因为过去的传统做法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治鸟害。那也印象深刻的是，我27岁的那一天，整天都在捡鸟食。对，那这样子的过程其实也让我深刻感受到，这样子农药的使用方式是不是有点过当，或者是需要调整？那这样子的计划过程之后，我们开始就做野外的黑鸢的调查，族群量调查。那这样的数量其实也呼应到前面讲的一句话："今日鸟类，明日人类"。那它这样，黑鸢它用它的生命、它的族群来告诉我们，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农药是其中一个原因，那可能它同时也因为，我们其他地区黑鸢的数量特别少，是不是这个问题也潜在特别严重？那这样的情况，即使我们开始了这个计划，它状况还是一直存在。那这个是很需要公民科学或者是大家一同去关心、去关怀的。那我的研究计划过程是这个夜莺，大家应该在台中应该是很熟悉这个声音。它可能半夜会吵死人，可能它是在站在你的窗前鸣叫，那个音贝可以达到110分贝，那有点像飞机起降的声音。可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而造成有些人讨厌它，甚至想要伤害它，甚至有人用弹弓把夜莺打下来。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它打到不是夜莺，可能打到的是别人的窗户，可能打到别人的水塔，就变成人跟人之间冲突，而不是变成人跟动物之间冲突。那我在写论文的过程中，就试图想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想要解决说夜莺因为它的鸣叫声而遭受人类的杀害。那如果我用，因为它本身是夜行性的动物，如果用灯光去做驱赶，那它可以在比较远的地方鸣叫，不骚扰到人，不骚扰到人，同时又可以解决人的问题。那当然，双方就是一个和平共处的状态。那这样子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我们在执行野生动物保育的一个过程。那其实也可以用一个方式做解释，也就是社区的生态保育。那社区的生态保育其实包含了三生共存的这样子议题，生产、生活、生态，其实它包含了也就是经济面、人文面跟环境面。那生产这部分其实常常就是以为是只有生产者才是站在这个生产经济面这部分，其实并不然。其实更多的人是可以一同参与的，不管你是学者，甚至在办公室里面的人，甚至是你是工程师，甚至是冷气商，或者是任何形形色色的角色，其实都是可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那我们要如何去参与？这就是我们要去多认识自己的身边周遭的一些自然环境的事物。
那这样子的工作其实也可以简称为野生动物的管理。那我们把野生动物当作一个自然资源，而且是让我们人类可以永续使用，而且是人永续的经营的。那这才是我们的保育跟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点。那其实它其中它包含了危害防治、资源利用以及生态保育。那过去我们会认为说，野生动物保育或动物的保育，应该是会不会像这种画面一样，就是跟动物之间很亲密，甚至像是自然科学的一些频道，它跟动物拥抱在一起，其实并不然。其实，在这样子的状况下，如果一些民众或者是不太懂这方面专业知识的民众，可能会伤害到其他人。那可能像这种画面，它上面不是油漆，是一点一点的鸟粪。对，那可能就造成了其他民众，其实他没有喂鸟，可是他莫名其妙就遭受了这些鸟粪的轰炸，甚至可能他的住宅区变成不知道哪一个星球的表面，那到处都是鸟粪的污染。那我们的工作，其实我们就是利用把它外表清洁之后，安装防鸟翅、防鸟织材。啊，这个织材的话，其实它比较类似就是自然界的物品。那自然界其实这种植物叫做双面翅，它很多植物跟动物之间，它们没有共通的语言，它们是用它们的形态，用它们的生存方式去跟对方互动。那这鸟翅的话，它就是有点类似像这样植物的尖刺，去阻挠说，哎，我的东西好像不太适合你吃，可能请你离开，用这种方式与动物互动。那除了鸽子的问题之外，其实我们同时会进入到别人家里面。其实我们也是用一种方式，就是把环境教育带到家庭里面，而不是像过往是把环境教育在一个教室里面请你们来上课。像这种影响力的话，不管是大人、小人或者是老人，其实都可以受用在我们的环境教育内容里面。那其实像这样动物的滋扰，其实它影响了不少的环境问题，甚至连一些电器的问题啊，也是同时一起受到干扰。那其实我会刚刚讲到说，各行各业都可以来执行这样的工作，也需要懂这方面的知识，也是这个原因，因为动物它涉及的范围实在太广了。那当然，除了在人周遭附近筑巢的动物，我们需要去赶它或者是控制它。那有些动物我们希望它回来，甚至我们因为过去我们的无知可能伤害到了它，那可能我们用一些方式来补足。像公园的，其实我们这个猫头鹰叫菱角鸮，那它是在平地的一个猫头鹰，它会利用都市里的绿带来生存。那它会利用的生存环境是树洞，那它是一个需要天然树洞或是其他动物利用过的树洞。可是这些树洞可能往往在公共安全里面都是相当危险的一个那个建筑，一个结构物。那当然就是在台风天的时候，或者是雨大的时候，可能就会像右边半边被砍头。那它的住的地方减少了，那可能它就会进到人的住宅区里面。那这个是它在抽风管里面，甚至它可能会在抽油烟管里面，可能太久没有开除，结果不小心需要开除的时候，就变成亲子洞了。对，那我希望能解决这样子的问题。那我也希望说，他在安全的树上能有一个家。那我们当然有很多团体会有挂设猫头鹰巢箱的活动。那这样子的巢箱其实已经可以补足他们的栖息地不足的问题。那但是它这个巢箱还是有结构性问题。台湾高湿高热，很容易木头的底面就腐坏掉。那腐坏掉之后，可能又造成第二次的公共安全问题。那我们公司也是希望借由这样子的问题，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有讲到，要保育生态，其实也要解决人跟动物还有环境的问题。那我们要解决环境的问题的时候，公共安全问题也是我们首要之一。那我们的巢箱就是仿照自然界的虫蛹，它本来就是在自然界伪装在那边，然后它的形状是更贴于自然、更适合自然的东西。那我们的巢箱这样子设计的话，其实更适合在过去不一样的环境里面使用。那其实，在我们都市里面互动的动物非常多，这只叫做黑冠麻鹿。其实大家有时候在公园会看到它呆头呆脑的在那边晃来晃去，那其实它也在警戒。那最近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新闻，就是它不小心踩到变电所的开关，然后爆炸。那这样子的问题，其实它也是，变电所他们
没有去注意到这些动物的活动，或者是它的互动方式是不是跟它们有关系的。那我们当然是在这方面的知识补足，那跟资源补足，那我们才有办法解决这样子的问题。那这最近的新闻也是蛮有趣的，就是大家有一些民众把夜鹭认成了企鹅，甚至连警察也认为是企鹅，甚至媒体也认为它是企鹅。那这样子的问题，我是觉得说这是普遍大家在这方面的资源不是资讯没有那么充足，所以才会造成这样子的误会。那我也希望就是大家多关心自己身边周遭的食物啊，这样子就可以在不管是你用任何方式，网络上搜寻、问人，这些都是可以很好的获取资源的方式。那其实动物其实都潜藏在我们的那个住宅周遭，只是我们没有去发现它而已。在这画面上就有一只夜莺，像应该有些人可以找得到它的存在。它在画面的中下方，对，它的隐藏色非常的厉害。那它也是最近开始适应都市的一种鸟类。那它也是利用了人没有去使用的空间，所以它才开始慢慢的都市化。那它会这样的都市化，也就表示说我们在根据我们自己的环境的关心程度不够，所以它才会有这样子的现象，而不是说保育有成啊，或者怎样，并不一定，可能是我们跟动物的互动之间是发生了什么问题。那其实都市的鸟类也在窥视着我们，那我们要怎么去跟它一起互动？这就是看我们平常的警觉心够不够，或者是要提高自己的对周遭的敏感度。有句话是一个国家的伟大与文明道德进步程度就端看怎么样对待动物，那这是甘地说的话。然后我希望在后面再加一句话，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认知才能更探知文化的素养。那这部分的话就是跟大家讲的，就是各行各业都对这方面的认知是要提升的，提升了之后我们才能解决这样相关的问题。只是任何鸟事其实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需要一些知识的提升跟资讯的提升。那我也邀请各位，就是可以大家一起参与公民科学的活动，像不管是鹿沙社或者是国外来的 eBird， 它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其实在网络上，不管社群网络或者是在搜索上面，其实都可以搜寻得到这些优质的管道。好，谢谢大家。